大概率死了。那我枪就打。爬，假装爬。来了来了，我都来了。在门口出来了，过来了，门口出来了，飞车。嗯，你先躲着，先躲着。来了，拿近点了。右边来了，来来来。外面，左边外面。没闪，没闪到。哎，这左边这边一个。哎，我操！哎，这俩逼跑哪儿去了，兄弟？嗯，这逼突然出现在我屁股，来车，不确定这个人，啊，听到了，听到那个，左边在吗？我处理左边的，右边有两个，靠的我就撤，处理没了，我这没了，靠的我打，靠的我打，我倒了呀，大圣正对立面门，我正对面门，丢克雷，掉伞，掉伞，掉伞了，丢丢丢。哎，先点着，用大炮。OK， 我打那大炮。走嘞。给我点没有？就在你脸上，让你炸雷就会死。走了。把车带一下呗，我没车。OK。你头顶上有辆车。上坡。对妹子说话客气点，你是不是没见过女的？妈。啊。先放道具，雷子，拜拜，跳空了，硬服啊，嗯，来就死，我赌他不敢来，上二楼了，前面倒了，可能救人去了。哦，这救起来了！哎，我操！来啊，打啊，打啊！鬼鬼鬼！真的，这一局，隔壁两个，太夸张了！你先崩着，先崩一下，先崩。楼上倒了一个，姐，我去补他。还有一个，两个的，打倒的，上了天包。我把包给你舔过来，别别别别！哎，完了，雷子把我炸了，我先爬过来。你爬，我靠，爬不？我操！不知道能不能活，你摁着，你摁着。我操！我G，兄弟，我也炸了。操！哎呀，我他妈真，我在那这个楼，我说句实话。